哎，大家好，大家知道说店长哈，每个礼拜都会来上2次到3次的飞轮课哈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测试看看，我上飞轮之前跟之后哈，我的血糖会有什么变化啊？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时间是12:48，好，我们的课时也要开始啊。好，那现在店长要来测试一下我的血糖喽。哇，看一下惊人的数字哈，刚刚吃饱饭，所以281。好，那待会我们看半小时之后再来测试看结果如何哦，拜拜。哎，大家好，店长啊，现在做完1小时的飞轮课哈，刚刚一共消耗了730卡，哦，现在时间是2:08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血糖是多少啊？刚刚店长的量血糖啊，上飞轮课之前哦，啊，将近300，那时候因为刚吃饱饭哦，所以血糖蛮高。我们看看现在的血糖的变化会如何呢？哦，159，哦，降低了将近一半哦，所以上飞轮课对降低血糖很有效哦，拜拜。